酸与涩，也尝过糖果的甜和咸。青年和阿斯卡，你们还觉得你们可以还在 A 班吗？现在，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 ，I really don't know。哎，我的英语来了，你有点 nervous。好，yes。其实今天也是我跟青年最后一天在一个宿舍，因为他也会要想要去跟米卡一起住，因为他觉得米卡一个人就挺孤单的。我想去米克房间，因为万一我不可以和米克一起串团，我们 lives will be different。我们不可以 see each other as much， 所以我想 just spend the last month with him。你们准备好了听取第二赛段的成绩了吗，各位 ？OK， 好了，来吧。OK， 202宿舍，青莲，你在创造营2021第二赛段的排名是13名。恭喜，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恭喜，恭喜青莲成功进入第三赛段。开了 ，OK， 青莲，第二十三，他掉出 A 班了，不可能，他表演这么好。好的呢，那奥斯卡，你在这个赛段里面的成绩是？你觉得呢？12。哎，12吗？恭喜你，第五名。哇！恭喜你！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恭喜奥斯卡！恭喜奥斯卡成功进入第三赛段。哇，手势给我吓着了。今天这个排名完全不是想象中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宣布204宿舍的成绩。恭喜第27名的魏子月。我留下来了。哇，我选恭喜你，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啊，博远哥。